台，曾蔭權，下台，曾蔭權，下台，曾蔭權，下台，林瑞麟，下台。我哋有遊行嘅市民啦，佢哋咧係入咗去呢個仲唔開放嘅新政府總部。我哋睇到啦，其實政府到聽日先肯開放呢個政府總部啦，完全係唔顧市民嘅感受。既然有市民都能够入到去新政府总部，既然他们都可以的话，为什么警方、为什么香港政府还要阻挠人民去表